趁人之危，我从没想过你是这样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数日未见，见到表妹还是这般彪悍勇猛，朕便放心多了。江洛，你这个混蛋！放手！ 看来二位昨夜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啊，那朕不如就顺水推舟，就赐二位大婚如何？兰花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嫁还是不嫁？住手！嫁不嫁？我嫁。 石大人，我爹娘如何了？刚收到消息，伯父伯母已经被承安伯接进军营，还请郡主宽心。可惜还是棋差一招，没能把郡主也送出去。抱歉，该抱歉的是我，险些让石大人也犯险。 郡主不必介怀，这是石某该做之事。只是蒋洛设下此局，逼迫我俩成婚，石某一时心慌，只能答应。大人，此事不怪你，只是大人应该也知道，我无法真心成为你的娘子。石某知道。 这是目前唯一能救郡主的办法。那石大人可曾想过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为何要受这般委屈？郡主，石某只知道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之，是何其幸运的一件事。如今，石某有了这样的机会，自然全力以赴保护郡主。 大人，你这般情意，叫我如何能还？此刻最重要的便是，让蒋洛以为局面尽在他掌握，让他放下心防，这样我们方有可能找到脱身的机会。嗯，我明白。请大人也务必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而落入险境。嗯。